穿越繁华，只为天边那一抹彩霞。散去流沙，笑脸大千如花。就算是凡人，只要吸上一口，也会即刻成仙的。哎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有毗沙宫、武明宫、太阳宫，多了去了。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。这33重天宫最上面的一层叫离恨天宫，太上老君的兜率宫就在那里。他家炼的仙丹不仅味道好，吃了能与天地同寿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能上去吗？你那要修炼，我看谁。天蓬元帅，你天宫的路熟，你带我去玩玩啊。走。那也是你玩的地方吗？那这样吧，我找到了好吃的，咱俩一人一半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别连累我，让人听了去我这心路都不保啊。大圣，说句实话，你得闹闹大了他就让你去了。别说我说大。别闹。那咱俩一块儿闹啊。我说你别走啊，闹谁不会呀？咱就闹给你看看。这不是东方持国天王的琵琶吗？为何在天庭乱弹？快召他上来。启奏陛下，此琵琶却是持国天王的琵琶，但却不是持国天王所弹奏的。那是何人所奏啊？齐天大圣。又是他。哎呀，这个猴子啊。陛下，那齐天大圣无事闲游，结交天上众星宿，不论高低俱称朋友，每日里你来我往，互相宴请。今日又在齐天大圣府接待五斗星君、四大天王等众神，想是他是喝醉了，便乱弹琵琶。宣他觐见。陛下，臣有一言启奏。奏什么奏？我看呐，揍那妖猴一顿正好。说。陛下，天王无事就要生非，我看那妖猴也是闲出来的毛病，不如给他个事做做。蟠桃。我是老天使，这蟠桃我还真知道，我听那哪吒说了，好吃啊。老天使不是又骗我跟那个弼马温似的吧？哪能啊，陛下让老儿啊亲自宣旨。都是大官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大圣啊，这次好好看管蟠桃园，可不要辜负了陛下对你的期望啊。那是自然了。人家玉帝呀、对俺老孙不薄是吧，先封了个弼马温。弼马温咱就不说了。咱岂能对不住人家呀。对，管桃树我可是在行啊。这桃树啊，那是肥施多了它要落果的，这肥施少了呢，果子又长不大。所以啊，这个是大成啊，还是得空赶紧去赴任吧。老儿告辞了。慢走。
哎，我是奉玉帝差遣，叫我代管蟠桃园。今日特来查看查看，查看查看。大家都出来吧，见见齐天大圣了。出来吧，快出来，都出来。大圣啊，我来跟您介绍，这位是打扫力士，参见大圣。啊，免了免了。这是修桃力士，参见大圣。啊，免了免了。这是除树力士，这位是运水力士，参见大圣。好好好。哦。呀大圣，您慢点。这一共有多少棵树啊？这里有3600株，前面1200株，花微果小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身健体轻。中间1200株，曾花干实，6000年一熟。人吃了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。后面是1200株，紫纹香合，近5000年一熟。人吃了与天地齐寿，日月同庚。大圣别摸呀。这桃树乃是王母亲手种植，不到蟠桃会时节不能采摘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就闻闻，馋得我肚子都疼了。大圣，看得差不多了，你们呢？且出门外伺候着，让我在这小息片刻。都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要睡觉，回去吧，我要睡觉。大圣，我要睡觉。您这是，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是不是胡子不想要了？走啊，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我好困呐。想必是出园会友去了，汝等且去摘桃，我替你们回话便是。这样也好，姐妹们，那我们先去摘桃吧。好吧，好，走。哎，今年这桃怎么这样稀疏啊？是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姐姐，我们怎么向王母交代啊？要不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吧。这也没有大桃子，就是就是，那桃子在哪儿？去哪儿去了？那边有没有大桃子？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走啊！怎么了？这桃子好大呀！桃子，真的漂亮，好大的桃子！是啊，这下好了，好了，
好俩。你们是哪方怪物，敢来偷桃子？大圣，大圣，大圣息怒，我等不是妖怪，乃王母娘娘差来的七仙女，我等摘取蟠桃，大开宝阁，做蟠桃盛会。事至此间，先见了本源、土地等神，寻大圣不见，我等恐迟了王母娘娘的遗旨，故先在此摘桃，万望恕罪。万望恕罪。好好好，那既然是王母派你们来的，那也就罢了。谢大圣，谢大圣。我问你们，这王母开阁设宴，请的都是谁呀？蟠桃盛会自有旧规，请的是西天佛老、菩萨、罗汉，还有南方南极观音、东方崇文圣地十洲三岛仙翁，还有北方北极仙灵，还有中央黄极黄角大仙，还有我方五老，还有五斗星君，像八洞三清四帝、太乙天仙等众，还有中八洞的玉皇、九雷、海月神仙，下八洞幽冥教主、注视地仙，各宫各殿大小尊神聚一齐赴蟠桃佳会。可请我齐天大圣了吗？一个管蟠桃园的小仙，王母娘娘怎会邀请啊？俺老孙那可是齐天大圣啊。什么齐天大圣啊，这天宫上下谁不知道，也就是个虚名罢了。若是连这样的小仙也请的话，那恐怕这满园子的桃都摘了也不够啊。好了，我们摘桃去吧，若晚了王母娘娘会怪罪的。走吧，大圣，我们走吧。请我，哼，你们谁也吃不成。赤脚大仙，你要去何处啊？蒙王母召见，前去瑶池赴蟠桃佳会呀。那瑶池在哪里呀？瑶池啊，大圣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圣请看，那前方有紫色祥云之处就是了啊。大仙有所不知，玉帝因为俺老孙翻筋斗云飞得快，让老孙邀请列位神仙先至通明殿下眼里，然后再共去瑶池赴那蟠桃盛宴一同欢乐呀。不对呀，往年在瑶池眼里谢恩嘛，为何先去通明殿眼里再去瑶池赴会啊？这个老孙可不知，俺老孙只不过是奉了那玉帝的圣旨传个令罢了。那谢谢了啊，那我呀先去了。去。瑶池。都给我记住啊，去拦住所有赴会众仙，
别让他们去参加蟠桃会，知道吗？去吧，去。大小姐，强死了！嘿，大仙，不可先用啊！哎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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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酒也太好喝了，好吃，味道鲜美，过瘾呐、这天空的瓜果还真是不一样。再来一个，好吃，都好吃。是三十三天一恨天，啊！难道我上到三十三重天了？我早就想来拜访老君了，这回正好来看看。吃的东西何不带回去给花果山的孩们尝一尝？
大圣，在这天上百十年，做的什么官啊？嘿，我记得才半年光景，怎么就说有百十年了呢？大圣，你怎么忘了？在天方一日，人间已一年呢。我倒忘了。孩儿们，今天喝个不醉不归啊！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何人所为呀？来迟啊！齐天大圣因蟠桃商会不曾请他，对我等行凶挖打，还设法将我等定住。是啊，现在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齐天大圣，你等摘了多少蟠桃啊？两篮小桃，三篮中桃。我们找遍了整个园子，大桃半个都没有，想必定是被那齐天大圣给偷吃了。是啊，是娘娘，被他偷吃了。您看，娘娘您看。启奏陛下，臣蒙王母恩典前来赴会，偶遇齐天大圣。那猴子对我说，陛下有旨，告知在通明殿下眼里，害得我等在通明殿苦等多时啊，也不见陛下龙车凤辇，我等方才来此伺候。启奏陛下，本道在宫中炼了些九转金丹，原准备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，可没成想这金丹却被窃贼给偷去了，特启陛下指职。这天庭还成什么天庭？是何人所为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，我这兜率空从来没有失窃过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往年各部尊神按照旧规都会来到瑶池聚集，如今这班时辰只有我们几个，都是那猴子闹的事儿啊。都是那猴子闹的。这只猴子，哼，还让我开这个蟠桃会吗？啊，还开吗？
今天不办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有诈灵官，在，你马上去天宫各处，急访这妖猴踪迹，我非找到他偷吃的证据不可。遵旨。陛下，那孙悟空对陛下感恩戴德，他怎么也不会感恩戴德。哼，他那黄毛下面一脑袋的反骨，齐天齐天，他会感恩戴德吗？陛下，其实那齐天大圣，陛下，陛下，扰乱天宫者乃孙悟空也，他已逃离天宫，回到花果山去了。怎么反了不成？纠察灵官，你是说我那金丹也是被这猴头偷吃了？正是。哎呀，他倒有些造化。我那33重天，岂是寻常小仙能够上得去的？陛下，臣以为那齐天大圣原是一猴妖，初上天庭，不懂天宫礼数，待微臣下界去把他。罢了，李爱卿，你两次下界招安，那泼猴却是以怨报德，你也不必为他说情了。金星老儿，像这等妖孽就该杀一儆百，不然天威何在？传朕旨意，捉四大天王，协同李天王，点28宿，9曜星官，12元辰，5方揭谛，4职公曹，东西星斗，南北二神，5岳4毒，5天星象，天蓬元帅，汝等带天兵10万，雇18架天罗地网下界，去花果山围困，定捉获那厮处置。派我来是抓猴头的。
不能就这么回去了。哎，你们这些妖猴，赶紧让那弼马温出来受死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火烧花果山。出门别动！那天蓬元帅在干什么呢？说了半天，就抡了一下耙子，不知道这厮嘴不利索，还要耍贫嘴。就是啊，这腿脚不好使吧，还挺爱飞。这眼睛不大吧，还挺爱眨巴。耳朵倒是挺大的，就是个摆设。你们倒是哪都好使，刚才本王派兵的时候怎么都往后退呢？你们以为大元帅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啊，变！哈哈。咱们俩有什么情分？哎呀，大圣啊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哎呀，在天宫里，我还给你指引过路呢。哦，是你啊！哦，想起来了吧？忘了。哎呦喂，你怎么会忘了呢？哎呀，大圣，我还说我是统领八万天河水军的天蓬元帅，你还说我是专管统领八万天河水军的天蓬元帅，还有天宫里所有元帅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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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天大圣，想起来了吧？哎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对呀，是我是我呀。说我只是只猴子吗？是不是你说的？是不是你？你再敢说，你还说，你再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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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哎呀，我再也不说，再也不敢了。停，放下，放下。哎，大王，放了他吧。大圣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那我走了啊。不对呀。烦劳大圣还得跟我上去一趟。上天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我是他们派下来抓你的，我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了，那偷着他的李天王能饶得了我吗？饶我就得被他打，他拿着大腿可是真打呀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没准一砸就是几千大腿呀，兄弟我不就成肉饼了吗？我们是老朋友，好歹也有个交情，你又这般仗义，总不能看着兄弟吃亏是吧？那是当然，那个天王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仗着有个破塔了不起呀。慧眼，绝对是慧眼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，刚才在天上就是他们机体使坏把我逼下来的，就是，要不然就凭咱们兄弟的交情，我能下来逮你？停停停停，兄弟够仗义，刚才没有打疼你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大圣，如果你觉得解气的话，你就再打我两下。好，我打。算了算了。大圣，你这齐天大圣府修得够气派的呀。那是，比我在天庭的元帅府强多了。那是。其实玉帝对你真不错。那不是。你别在这儿蒙我了，他要真对我好，那蟠桃大会为何不请俺老孙呢？谁说的？你跟我上去看看，早就虚席以待了。真的？那还用说？不过，如果要是给兄弟一个面子的话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说什么呢？我自打出世以来，讲究的就是个仗义。
说吧，什么名字？那我帮你绑上。啊！大神息怒，听我说，弟兄们听我说啊，那托塔天王啊，现在正在天上看着我呢，我得想办法蒙他们呀，不然的话，他们真的饶不了我呀。天庭不讲理呀！你看我这般胖的，其实都是被他们打的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兄弟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就冲你这句话，这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绝对不是好东西！气死我了！我给你个面子。绑绑绑绑不得呀，大王，绑不得，不能绑。大圣，那我可就真绑了。父王，你看，这家伙说什么了？怎么会让那妖猴自己伏法？就是，你看就是，哎，他使了什么方法？是，就是，好，你真仗义啊！好兄弟，你可是救了我了呀！好，谁说好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仗义。真仗义，要不然你是大傻子呢？你才是大傻子，傻子！当我傻呀？孩儿们，扔回去！来，一、二，你骗人啊！使用奸计来骗俺老孙，算什么英雄？老孙在这等着你。丢人！丢人呐！丢人呐！天王，末将实在不是那个妖猴子的对手，都是他们诚心要害末将啊！你当我是瞎子吗？出师不利，堕我威风没关系，让人骂怂包，不可以！不，来人，将天蓬元帅押回天宫。请陛下处置。哎，我将尽力了呀，尽力了，天蓬，我将尽力了呀。天蓬元帅处事不力，不堪大任。哪位将官愿为前锋出阵？我等愿为急先锋。好，刘耀星，令你等。即刻下界收服妖猴。年轻啊，不知深浅呐、啊。哎，吃一堑会长一智的。他们会变成陨石吗？啊，流星雨真的很好看。是九曜星君呐、啊！你们一起出马，好大的阵势！我这花果山从来没这么亮堂过，我倒要谢谢那玉帝老儿。这不知死的妖猴，犯了十恶之罪，先偷桃，后偷酒，搅乱了蟠桃大会，又窃了四名仙丹，你罪大恶极，知不知罪？就这几桩事儿，哎，石窑都是我。桃是我偷的，酒是我喝的，这仙丹也是我吃的，不过早就被我消化掉了。哎，要不要我吐出来？你带给玉帝，就说俺老孙还给他。
为恩快乐啊呀西能得的呀西能得的